Ah, water. So Slime 的 DIY 新款的机器，然后它可以做16个史莱姆。我就不信做出来可以像它一样那么大。我当然知道不可能的，那个照片啊。这个以前我们有开过类似的，然后它这次是新款。它只是换了个色儿吧？应该是，但是它里面的东西还有里面的小配件有换啦，所以你可以做出来的史莱姆是长不一样的。妞妞研究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配件。它有四个杯子，两个蓝色的，两个白的，还有盖子。然后这边有史莱姆粉末两包，粒粒六包，两个小汤匙，三个像橡皮擦材质的吸管，就这样。三支颜料是有香味的颜料，我这样摇摇我就闻到味道。贴个 sticker， 它是一个咖啡店的感觉。它有日文呢。对啊，你要贴日文也行啊。做喽，然后放进去哦，那这可以卷，你看，哇！啊 ，water。喂！哦，你手很残呢。等用到那个线的底下，然后加完香味之后，水加到上面的那个线。好，我们来制作看看哦，到那个底线，到了就好。点多哦，你这都漏了。维多，那再蓝色。好 ，OK， 然后鼻子。OK， 停。好，这个我帮你搅，你可以做下一个。那你要选个颜色。黄吧。可以啊，妹妹做一个，其实整件是这样子放在这边，然后转，好像有点多呢，再多一个倒回去一些，然后做紫色吗？紫色就是红的、蓝的，然后加水，盖起来，摇一摇，然后我们就要等一下时间，等完时间之后它才会变。Later。这蓝色的已经成型了，我们要加什么？冰块。啊，什么冰？柠檬片的冰。所以来两片柠檬。两片而已吗？一点点。然后我要一个黄色的吸管。OK。太粗鲁了。我们是环保吸管，是折是可以凹。感觉它是橡皮筋的，不是橡皮擦的感觉，搞不好可以擦。好，第一个史莱姆完成，那我们来捞捞看哦。用这个捞捞看，咦，又完了！当然，你还点了杯，这感觉是中毒的颜色。你还点了我们家的柠檬汁，你要加什么？柠檬哦，啊，就已经刚刚已经加过柠檬了。哦，刚刚那个是、啊這個、那个是苏打。那这个好了，彩色豆好了。那你是去冰的、啊。怎么用手啊？这不卫生呢，这店。哎，谢谢小哥。哎，你这样子很没诚意耶，这个店。哦，哎，算没诚意，送你一些礼物。这店超没诚意的，你看，我来捞起来看看这史莱姆成不成功啊？哦，你看很成功哦，都已经可以整个拿起来了，很荧光哎，这颜色也太色素了吧？这饮料能吃吗？你看。饮料不是用吃的，小姐。这饮料能喝吗？请问一下。能，它不是给你喝的，给你玩的。我来听听看它的戳声好不好听。好香啊，谢谢。我这种是没有戳声的，你看，这种是没有戳声的。OK， 把它摆回去。小姐，听说你这个要综合的，对不对？综合吗？全部都要来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要插在冰块这里就会好看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史莱姆有没有成功。好啦，这是我们做好的，我们把史莱姆都拿出来捏给大家看一下。是柠檬片很多的史莱姆，还有加了一个奇怪的亮片啊。这收史莱姆它是会没有戳身，然后有一点点偏黏，然后它是 QQ 的感觉。
然后这种它是没有办法拉奶油纹的。其实做出来的史莱姆就是很小很迷你的一块，不会像它的盒子外面那么大，不太可能。就算它是起泡胶也不可能。对，有点偏黏。啊，下一个，这颜色很可怕，加太多了，变得很荧光。这个偏黏的这一块是水放太多了。偏黏啊，真的水要少一点吧，这水加太多了。这个我粉加的比较多，所以它比较不会黏。这块我觉得蛮成功的。这一块的话刚掉到地上了，所以有点脏，还有头发。做出来的史莱姆很小，但是就是很可爱啦，因为它很像一个小商店。然后这种收史莱姆系列，就是它粉加水可以做出来的史莱姆，做起来很像鬼一样 QQ 的。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成型水加胶水的那种史莱姆，它延展性也没有到这么好，延展性超级的，也没有搓身，它就是一个固态的东西。它还是属于史莱姆，只是说这个手感不是你们自己用胶水做出来的手感。就是美国的这种史莱姆的几乎都粉泡。对，就是粉泡的，它是好像比较安全的，然后它比较简单，没有人会失败，因为你就是照它的比例，你杯子上面的高度刻度去做的话，一定百分百会成功。所以就是可以推荐给从来没有成功过史莱姆的人，因为我们观众也有说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，所以这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啊，所以大家也可以买来玩看啊，在日本的亚马逊购物网站上。哦，在日本亚马逊，难怪它有日本。对对对，可以买得到咯。那如果想要买来玩看的话，我会把购买的链接贴在下面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如果想祝福的话，就是表弟哦，就分享给你们全三百朋友，拜拜，拜拜，这个垃圾桶都可以丢，丢到后面地上而已。垃圾桶黏黏怪跑出来了，不是这个是，百变怪，臭臭泥，臭臭泥掉出来了哈，就很可爱的小场景的感觉。哎，这好黏，Oh my god， 这什么？好黏。